让我们掌声欢迎潘长江、韩德君、宋小宝、哈德森，有请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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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行了行了，这样来，四位先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咱们请大韩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辽篮韩德君，这是我爸潘长江。哎，啊，大家好，这是我儿子潘达。你说这不是熊猫吗？就你管管管一点。哎，宝哥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是家庭什么组合？我就不用介绍了，我得隆重一下介绍我兄弟。嗯，兄弟你自己说你叫什么？宝宝，不是宝宝，给家报完了，到这还报啊？叫什么？宝宝，哎，宝宝，叫宝宝，宝宝。说句实话，我很少跟我兄弟这么就用眼神去交流。嗯，平时呢，更多的是我一回身跟他肚脐眼的交流。咱俩一样，咱俩一样，都一样，同命相连，我也一样。这样咱们坐下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我们重新欢迎一下，我们欢迎潘长江和潘达父子，还有宝宝兄弟来我们辽视春晚做客。来，有请，请落座。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我媳妇儿走吧。